我自己卤的鸡腿儿。我们家的辣白菜。鱼肥油，我自己做的。哎呦，这么大的个儿，来吃。这么大。嗯，这不大了。
么好吃啊，这就有点咸了，太烫了，有点咸。哎呀，太过瘾了！你看肥不肥啊？就像五花肉一样。超过花肉差不多。嗯，我烫。嗯，刚蒸出来，好吃吧？然后再吃一个，在直播间里吃，再胖。嗯，太烫了。再来一个，嗯，直播间你吃，嗯，护心肉，
今天又来吃煎蛋锅了，爆辣煎蛋锅，太辣了。嗯，真的。今天吃了，明天见。刚才敲了我一下。Hello， 老铁们，今天吃今天锅爆辣的，放多少辣椒？听听这个声音脆吧。哇，真辣！真过瘾。今天吃了，明天见。嗯，明天见，这都叫明天见。过瘾吧，太辣了。嗯，我吃个大的。太辣了。听这个声音，来个大个的，有点烫。塞牙很切这东西，嗯，那个牙塞的。